맞아. 干枣直接加吗？ 你这个是要去那个商品哦，啊，有在小朋友们正在找要。
停车场就卖完就没有了，那完就没有了。好，下次也算不会再有了哦。好，这个停车场真的卖完就没有了，有了。 好像要出炉了。 都上哦，好啊，我要韩式的。
那两个不辣，两个不辣就对了。60，两只100哦，要几只呢？对，两只。是啊，好。一只番茄，一只是稍微加一点孜然酱，然后再下去加肉松。加肉松吗？哎呀，等一下阿姨就在炸了，然后整摊就翻了嘛。Yeah.
的吗？啊，九八一定货，三份都胡椒的，椒盐比较香，我都帮你加椒盐的。七份都椒盐的，呵。啊，两个加小辣。其中两个小辣，对对，总共是七份，其中两个小辣哈。我想做两个香的。谢谢。都过后的，等一下哈。有。好，99哈。不会啦，它两锅再炸很快。头啊，两个是小辣的哦。辣的不放你扯起来哈。这两个是辣的。黑胡椒会辣可以吗？会很辣吗？我们椒盐比较香哦，不一样哦。
啊，老人有车停伫咱铺子，平时阮的门下靠车，啊，才拜托你赶紧甲煞者。香菜可以吗？有没有辣椒？好，有辣椒吗？都105啊！先把人帮我放好。30、40、50、50、80、100、150啊！来。160吧。阿哥，你贵哦。我今晚。对，我今晚。17，大概200啊。是要200哦。200。是要200块，是要200。
百退百哦。我这八百了，后边还有多少？零三百二十二号顾客取餐。